自编1355听到预告晒出后，范冰冰卷土重来的新闻也是层出不穷。10月14日，范冰冰作为特邀嘉宾出席第27届华鼎奖活动中，范冰冰身穿黑色修身长裙压轴登场，一头大波浪再配上复古红唇，显得她魅惑迷人。不过就在网友们好奇范冰冰下一项工作安排时，有网友却发现范冰冰的话题被社交平台屏蔽了，前一秒还好好的，后一秒就突遭屏蔽，网友也不禁疑惑，难道范冰冰复出又受阻了？就在屏蔽范冰冰话题之前，某社交平台还为其做了开屏推广。在微博开屏图中，范冰冰身穿雾霾蓝纱裙为自家品牌代言，状态看上去非常好，前脚营造出一种强势归来的氛围，后脚就被平台屏蔽了话题，彭彩之间只隔了一天，这番操作也让不少网友一头雾水。你支持范冰冰复出吗？